准备差不多了，您看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再让大家布置。哎，安保人员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一切都在我掌握中。还不错。哎呦喂，你还臭美呢，这底下都炸已经退了，赶紧，咱要排最后了。你急急忙忙干嘛呀？知道什么？我就等下面都站好了。 啊，然后我往队伍后边一站，等乔娜跟顾太太往里一走的时候，向后转。你说我是对头还是对尾啊？哎呦，真有你的！哎，当然了，人家顾太太跟乔娜那是闺蜜，像乔娜这种人能来咱们公司，公务员公司，冲的全是顾太太的面。 这次小小姐回国能待多长时间呢？大概一个星期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的生日快到了吧？这个你也知道，到时候还希望林总能够赏光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呢。这是我的荣幸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哎，小小姐，您的那个生日 party 在哪儿举行？这个你得问我的经纪人了。对的。
怎么还能在这坐得住啊？你快快快快跟我走！干嘛去？你那个设计那首饰，乔大小姐看上了，要见你，你能动作快点吗？看首饰就看首饰好了，干嘛要见我？哎呦，大设计师，你快点行吗？我们那边都火烧眉毛了。真把我当成追星族了？我知道你不是追星族，你是追葱族，好吧？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快快让一下，让一下，钱呢？挤不进去，我说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顺利的挤进来，来，再来让一下，吴桐。来来，到这儿。小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设计师吴桐。吴桐，好久不见。几年了。时间挺长的，变化够大的。是吗？现在首饰设计的挺不错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配套的啊，戴它的时候一定把这个项链戴上，穿晚礼服的时候特别好，最好穿白颜色。这是你第一套作品吗？算是吗？不算是。OK， 以后再有新作品一定要通知我。没问题。好，你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哎，吴桐，你跟乔小姐认识？我们俩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。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是朋友。哎，我刚从那洋的画廊出来。然后又看见你，对，现在设计的好，然后首饰设计的又好，我希望你呢越来越好。这个吴桐，设计虽然不是他的专业，但是非常有名气，在我们设计部算是主力，加油啊！谢谢谢谢啊！要不林总先合个影？对，合个影吧，乔小姐来，来吴桐，来吴桐，吴桐，过来，你跟乔小姐是朋友。哎，我张华，张华，来过来过来，吴桐过来。看这边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你家了，我经纪人帮我约了一个美国的制片人，非去不可。好。刘总，我的生日 party 一定得去啊！我一定去。拜。再见。微博上面发了一张你们家吴桐跟乔娜的合照，哎，网友都转疯了，都说那个吴桐是乔娜的第 N 个男朋友，你快看看快看看，吴桐今儿特帅，哎，就跟真的似的。哎，喂，怎么了？乔娜走了，乔娜早走了啊。你们说这吴桐连乔娜这么大的腕儿他都认识，你说这吴桐什么来着？给你们再看一张啊，别动。还有什么呀？不是，你们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？哎呀，你先看这张吧，这乔娜跟咱组长的拥抱照。小心，你帮我分析分析行吗？哇，真没想到咱组长跟乔娜有这么一腿。腿？对，不是这么，不能这么说，是应该他们很认识。乔娜自己说的，他们俩是好朋友，肯定不会有假。呀，这回可以要签名照了。你帮我要一下这边，你们不会管他，我是喜欢。
组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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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组长，那个小吉和小王都特别喜欢那个。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，你跟这乔娜怎么认识的？组长，能不能给我要一张签名照啊？两张，小张，小王，三张，三张，四张，下班了。下班了。主要是他喜欢这个。去去去去去去！我，你们要为什么要我的眼去？请了那么多朋友，妹妹，这是个意外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意外个屁呀、啊！你玩我是吧？啊，你就想给我没有面子是吧？好啊你，我居然会相信你！你这个坏女人！你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！你都走。靠谱啊，全是广告。我有那么大魅力值得一去看吗？有什么的呀？不上个电视吗？你以前上过呀、哎、这不是你第一次上电视啊。我是不屑于去上，你别忘了我是学艺术的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天，我就不明白。那我没在电视上看过你了。哎，但是有个人哭着喊着说要跟乔娜照相，怎么了？你最后没照呢？我赶过去的时候你们走的早没影了，都收东西了。我问人家人说全都走了。太不是这当回事了。北京电视台。哎呀，赶紧换台吧，我想看球了。国内明星乔娜参观了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孟金源。他对孟金源的产品大加赞赏，并与孟金源的设计师吴桐针对饰品进行了交流。叔叔。并对今年的饰品潮流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快快快。乔娜这次国内之行，使时尚界对今年国际服装、首饰的发展方向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刚刚那个，乔娜边上的，已经成了国际服装界的。这么大的镜头，同时呢，又在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。近期又有报道称呢，美国好莱坞乔娜还是挺好看的，将邀乔娜加盟自己的影片，并担任该片的主演。让我们大家喂，哎呦，开始了！哎，好好好。我你等着，我先把电视打开。哎，哪个频道？别说。哦，你在我心目中没那么重要。哎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舅妈呀，看电视，小舅舅上电视了。爸爸妈妈，小舅舅上电视了。行行，给妈妈，把遥控器给妈妈。
上的。哎，妈妈，小舅舅怎么上电视了？哎，这是不同啊，明星站一块出息了。怎么回事？哪都有圈女的。你认识这女的？听了我报道中的美国好莱坞著名剧哥们在里边啊，我和乔娜的合影啊。嗯，不是，那杨不是跟乔娜，我们就以前都是朋友嘛，然后我请我俩人特意到我们公司做宣传。你赶紧看啊，一个小时重播一次，一个小时重播一次，整点新闻，就在那个台。啊，你少来，有本事让你们家陈阳也在电视上给我待一会儿，哪怕一秒钟。待一会儿呢，有本事你也上个电视。我们家叔叔很帅的，我告诉你啊。懒得跟你说了，快让你们家陈阳看重播。哎，默默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没看到啊？那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有重播啊。啊，你记着看啊。好好好啊。再次，你别说。吴桐是有两把刷的，从小落聪，事业真是步步高升。你那意思就是罗小聪忘书呗？还真是，你想想，他原来跟张华在一起，忘了张华啊，娶了个女富二代，后来嫁给吴桐，吴桐事业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？后来跟林峰在一起，不是在一起，是走得近一点。也把林峰引到正道上，真是忙，真的。看看人家罗小聪，再看看您自己，真是。我这么多年事业不温不火，就是因为你不忘我。你忘我呀？我认识你以后，我跟你好以后，是吧？我飞机一架都没卖出去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你跟我好之前卖出去过似的。别逗了，拉不出屎拐猫坑。我起码以前还有希望，我现在我连亮光都看不见了。哎，你说话你能注意点，你干净点吧。你一会儿茅坑，一会儿屎的，你茅坑啊？你屎啊？你恶不恶心？你说话真够脏的，我吃东西呢。你才神经病呢，嫌我不够旺你啊？赶紧搬，搬。哎，你搬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以为你谁呢？没你，我活得更好。我告诉你。哎呦，长脾气了是吧？脑子有病吗你？忘吃药了？我还治不了你？我无所谓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点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，我不愿意露面。对呀、啊，我是一个画画的，我就应该默默无闻在家画画，我不愿意抛头露面。哎，对，不是，这是乔娜非要求我，你知道吗？她就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以前老在一块玩儿，她求我过去帮这个忙，站个台。哎，我觉得我得给人面子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受累，我勉强去这么一趟，我以后也不会了。哎，这是我封山之作。哎呀，我真无所谓的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们家小聪啊，兴奋的到现在还睡不着觉。我下载了一个视频文件，哎，我明天啊给你发过去，好吧？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接一个电话。徐老师啊，哎呀，你好，徐老师，我是吴桐。吴桐，没完没了了。对，口没完没了。口天吴。梧桐树的梧，梧桐树的桐。我再说一句，你等一下，徐老师。再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抽你、啊？徐老师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电视啊播了我的一个节目，哎，我想跟您分享。吹牛、啊！我这边有一个视频文件，好意思，我可以发给你一个，对吧？珠宝设计、啊，我要是你，我绝对不会说。珠宝设计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啊，干嘛做这个东西啊？啊，你还
还动手啊？没有，我们家人在打电话，兴奋的睡不着觉。你敢跟我动手？珠宝设计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们这个是孟金元公司，但是公司不重要，主要是我跟你讲，我以前不是画漫画的吗？松开！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啊。你松开，听见没有？您可以看看视频文件之后啊，信不信我抽你？然后您可以，咱们一块合作，好吧？好吧，徐老师。这次乔娜给我们公司做的宣传效果还不错啊。乔娜的首饰是吴桐设计的，吴桐还是很棒的。嗯。哎，茶。哎。风儿啊。嗯。你过来一下。亨瑞发了个邮件给我，问这广告投放时间是不是搞错了。哎，你一会儿去公司啊，再落实一下。行。嗯。国外广告的投放时间是不是弄错了？时间是高总他们那边定的。跟他联系没有？昨天联系了，但是没联系上。什么叫没联系上？手机关机。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？昨天乔娜小姐来，觉得不太合适吧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叫不合适啊？张总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告诉你啊，出了问题晚了啊！这事儿罗小聪推荐的人啊，别让他跟没事人似的。你快去联系。那我去了啊。李总，赵聪来了。赵聪，你跟包红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大姑姐的好朋友，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你姐的朋友啊？你熟吗？怎么？不是你不熟，你推荐他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赵聪，合同跟包红签了，500万的款给包红打了，包红人呢？找不着了，你说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会找不着呢？给他打电话了吗？跟你没责任是吧？你说怎么找不着了？这不就你联系的吗？他是不是出国呀？出国有时候不是接不着电话。那别说废话了，老聪，给你姐打电话。小聪啊，小聪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！以后早上10点钟之前别跟我打电话，我想睡个懒觉就这么难吗？啊，你说你，哎姐，那个这两天包红跟你联系了吗？哎，没有。上次跟你联系什么时候？他送我东西那天。怎么了？不是现在公司联系不到他了，你能想办法联系到他吗？哎呀，手机关了，那可能手机没电了嘛。人家是经常在国外的，你说这点小事儿。再打，再联系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没事的啊，嗯，不是，说他把公司的钱拿走了，到现在人就不见了。姐，你想办法一下好吗？多大个事儿啊！啊，多大个事儿，多严重啊！行了行了，我去趟他们公司啊，这都分钟的事儿，你别给我打电话，我知道他们公司在哪儿，去一趟啊，好好。我姐说她去找他，她知道他公司在哪儿，应该没事儿的。啊，出事儿了，林总啊？可能是个误会，没事儿。嗯，如果是误会，你把包红找过来呀、啊，你认识没认识他？那只是你姐的一个朋友，你到底了解他吗？我了解他，挺有钱的。你什么叫了解他？他做好多生意，是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老曹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？500万只是表面上的，我们之前的精力呢、时间呢，都白费了。皮儿，你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我真的不生气。罗大松，如果错过这次时间，我们还要重新开始，还要花费多少钱？你告诉我啊，罗小聪。不会那么糟的，不会的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，罗小聪？我去找。找啊！滚！不是林总，这500万是我广告。张总，你再去联系一下包括。哎呦，你这都联系不着，那也得联系。
雪天路滑，再快就出事儿了。哎呀，我让你快的怎么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你好，谁呀？包总。包总，哪个包总啊？哎，包红，包总吗？包红。什么包红包总的？我们这儿没这人。哎，不可能啊！你看这地址，就你们这儿啊，肯定没错啊。这地址倒是对的，可是我们公司老板也不姓包啊，没有包红这人。再而三，没有人听我的话，我的话就是一团屁嘛，干嘛呢你们？你不要一讲一出什么事情就说，哎呀，我是为了帮这个，我是为了那个好。你现在好，你不但你没有帮他，你现在把你自己给拽进去，把我们全家都给拽进去了。你别现在别说我，你再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腿都是软的，你不要吓我，我赔钱啊。拿什么赔？
你告诉我你拉手怎么样了？包红是个骗子，现在找不到他，我想办法找，实在不行报警，我一定找到他。对不起啊 Peter，这个王八蛋，他给我骗光光！王八蛋！咱们报警去啊！报警！他们不会把我抓起来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我有你和糖糖，我不能被他们抓起来。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又没去骗人，即使退一万步讲，你要真的坐牢了，我天天给你送饭去。什么？你确定广告是个骗局？天哪！如果广告是个骗局，那后果就严重了。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没用。孟君元做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沉住气。你们说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梧桐他竟然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，啊，骗了公司500万！别胡说，不会的，这么多钱，胡说什么呀？有什么不会的呀？铁板钉钉的事儿，哎，跟他姐一里硬一外合，啊，打着他姐姐广告公司的名誉。你说这事儿我能骗你们吗？不是，昨天吴桐还跟乔纳是那么好的朋友，光环笼罩着啊，今天就成骗子了，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啊？这里肯定有误会。哎呦，这什么误会呀？干嘛走啊？啊，干嘛走啊？说人呀！不行，开个店，把人拴得死死的，逛个街还得趁着晚上。谁说不是？按我的意思，你就该把店给盘出去。那哪成啊？我还指着店养老呢。我那退休金足够你花的，我全给你，好吧？哎，对了。就那事儿吧，哪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咱别走啊！嗯，万一店里边来人找我，我不在哪成啊？行，回去吧。啊，对了，你陪我买趟彩票吧。啊，成，走。根据目前的状况看，靠你们的力量是很难找出包红的，最好是报警。而且应该由被害当事公司孟金元去报案。那我跟小聪，我们会不会被判刑啊？这个不会，你们只是介绍人，并没有参与涉骗行为，只要没拿钱，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。我没拿，我们一分钱都没拿，我们就是帮忙的。你怎么是？我拿了。
水的钱。当时说好是提成啊，我提这个提成可以吗？你疯了你？你拿什么提成啊？这东西好叫是贿赂吗？这个东西算是。你有病啊你！我做生意，我能挣钱吗？我干嘛不挣啊？是你挣什么钱不好？你挣这个钱啊？你缺钱吗，姐？大家不都这样吗？都这样你就这么干呢？你缺钱呢你？姐夫你怎么不管着他呀？知道这个事儿？你是缺吃少喝还是怎么的呀？当时要知道这样就不会拿了吗？咱们听听律师怎么说。大家还是想想办法，如何将这100万的提成在检察机关介入之前尽快交还回去。如果等抓到包红以后，就无法避免法律的制裁。好，钱呢？钱让我投到股市赔了。啊？赔了多少？50万。这怎么才几天就赔了这么多啊？啊？我还买了几个名牌包，我请客户吃饭，吃饭我又花了8万。那也要想办法尽快把这笔钱凑上。因为这笔款涉及数额非常非常巨大，如果凑不齐，要是判的话，至少要判10年以上。10年？怎么判10年？那怎么办？糖糖还小，等我姐判了出来以后，要是糖糖都不认识他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能想想办法吗？闭嘴吧！你现在不是说没把钱拿出来吗？拿出来再说嘛！你着什么急呢？这个钱只要凑不齐，都会遭受法律制裁。我不能被抓进去，我不能被抓进去！小聪都说了，我有糖糖，我真的不能被抓进去。反正这笔钱呢，是还得越快越好。如果还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我先走了。谢谢。你就走了？这问题还没解决就走啊？股市的钱赶快退出来啊！咱们能兑多少兑多少，听见没有？姐，你别急，我那儿有12万，我先给你。姐，你别着急，我那儿还有10万，回头我取给你。谢谢成，谢谢啊。